我要的东西都拿到了吧？嗯，和品商确定的改建设计图都在里面，包括所用材料和施工计划都有。知道设计师是谁吗？叫不染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他。前几天院长才定下用他的设计图。走，带我最爱的老婆买鞋去。 妈，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福利院改建的图纸，不如趁这个机会，好好教训一下陆晨阳。奶奶，品商最得意的是设计，咱们制造舆情，干脆把设计师也拉下水好了，更能让品商自乱阵脚。设计图稿是你拿回来的，随你的便。可心，你找媒体向外吹个风，明天让慈善总会、整个行业乃至社会都知道。 品上管理不善，令设计图稿全部泄露。我允许你用设计师的身份跟进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再让你提前转正。老板，出大事了！福利院改建的图纸已经外泄。 传出去的，知道了。巧克力给你备着，饿的时候别落下。你自己留着吧，今天开始给你放假，别去公司了。哎，不是你昨天才让我做项目的，今天怎么就让我停工啊？我已经答应了，不会把你引进到处宣扬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给我一句明话呀！福利院的项目出事了，有传是你这个设计师出卖的。 你最好别轻举妄动。陆晨阳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的能力和对福利院的用心，不用我跟你们慈善总会赘述了吧？现在是出了一点状况，可任何公司都可能发生啊。就算是易华，他也不能一定保证没有一点的疏漏。听说。 各位打算为品上的福利院改建提供建材，但品上泄露图纸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各位应该都不想受到牵连吧？正好易华参与的住宅产品要全部精装升级，要用到给各位目录里的特级环保材料。目录里的物料，陆晨阳都找我谈过。 华董是要对品上下重手吗？易华以后的项目将大量运用新型建材，必定能带动市场跟风。如果在座的各位愿意跟着易华喝酒吃肉的话，我劝大家尽快通货。麻烦您了，吴总。对，情况就是这样。顾维，于总，听说您进了一批特级环保建材。 我愿意高出市场20个点跟您拿货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品商的。你好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好，我等您电话。魏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帮不了。谢谢。喂，周总，我和您都是刚刚进入本地市场。 不知道您是否愿意为改建福利院出一份力呢？你放心，这里弄。找死心了！肯定要找死心。你们干什么？没有没有啊！赶快住手！喂，公司出现了内鬼，他们只是奉命行事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传我出卖了自己画的设计图，这么荒诞的传言，你们会有人相信？我给福利院做设计不图回报，怎么会是我呢？ 你记恨公司招你进来，只是让你在市场部打杂。福利院的改建动工虽然选用了你的设计，但是并没有改善你在公司的处境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故意泄露了全部的设计方案，为了让外界笑话品上管理不善。这些都是你的臆想。明明就是他，说的，强词夺理。就是，骆总会相信我的。 盆景被不染扒过，土里都扒开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藏东西，找的仔细点。住手！这土里能藏什么？窃听器吗？杨幂，这会不会太荒诞了一点？
从你搬家到陆总对面，事实出现在福利院，你就已经很值得被怀疑了。福利院改建用的是你的设计，全公司只有我和陆总看过全稿，连凯瑞等总监级别的都只看过部分图纸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不同部门都只有相对应的执行图纸，所以你泄露全图的嫌疑最大。我画那些图纸费了多少心血，就是想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一个理想的家，让他们心心念念的屋子能够顺利改建好。我怎么会做出卖公司、影响改建的事呢？我只是公事公办。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，公司自然会还你清白。但如果真的是你，我绝对不会手软。